在管城。你到底在哪儿？我刚刚跑步来着，你在干嘛呢？我今天签了一天的名，手都酸了。你这么出名啊？哎，做完运动了，快去洗澡，不然感冒了。等一下，你再陪我聊会儿呗。可以啊，咱们聊点什么呢？管城那边什么样啊？我还没去过呢，都有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说管城啊？这管城呢，就跟化城差不多，其实没什么区别。哎呀，你根本就不在管城。